给你一印。听众旋转木马，我表情。哎、yeah, 我们到了那里，然后今天到了迪士尼乐园。我们从澳门来这个香港的迪士尼啊，首先就搭的士去搭金巴，再搭一个 B5 的巴士就来到呢度，还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超过11点啊，咁就可以到了啊。因为我们早起身，6点多就起身了。哦，阿姨去领徽章。你是4月生日的，可以领徽章。Yes。然后他们会跟你讲生日快乐的。哈哈，好开心啊！Okay, let's go. 我们第一个要去坐那个过山车先，然后先去食嘢。点解？你先冇嘢呕。慢慢走，慢慢走，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我们可以排一下队。不要跑。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来一个灰熊山谷，这个是过山车来的。妈咪记得拍我。哦，这个，哎，这个。哦。他第二轮哦上了哦，下回来前一夜加速的时候，哇，我真系刺激，比晕定还恐怖啊！比晕定还恐怖啊！要玩多一次嘛？哇，我声音都沙埋啦！你跟住飞出去，我睇住阿基，我飞出去。你唔系关心我，你关心阿基啊？我扭嘅。啲人系棘住噶嘛，唔会飞出去噶嘛。魅力大闸系咩嘅呢个？世界各地嘅珍贵文物。OK， 唔错。Hello there. Yeah, I was just looking for. Oh, there's the music box I told you about.哪里会不会？这个很慢很慢的，又没有东西要转。哇，这个感觉很可怕，我不敢玩了。这个可以先开动船咁啊！哇，这个我唔得。再搞，阿姨要玩这个，阿姨玩。你想搞，你两个去搞。唔得唔得，我系行眼啦，唔得，我冇勇气咁睇落。系咪好惊？恐怖过嗰只，恐怖过嗰只啊！睇就知道开，系咪？佢直头就系飞出嚟嘅。飞过啲喎，系跟阿轩来，当然是吃炸鸡啦。我们叫了三份炸鸡，然后这个是儿童套餐啦，还有 M Man 嘅咧，度两个，同埋有呢个咩 Jerry 啊呢个，哦系啊，呢个蘑菇鸡扒包，它的可乐啊都是有这个 Disneyland， 搞到我都恢复翻嗰啲儿童嘅感觉啊，知唔知啊？蘑菇鸡扒，它就是蛮简单的，就是有一些蘑菇，然后有一个鸡胸肉。其他睇先，好似嗌炸鸡都系抵啲。炸鸡好食喎，因为它剩下就是牛肉还有植物肉了，所以就叫炸鸡哦。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肚子饿，吃什么都好吃。肯定是啊，因为我不习惯。
佢出面嘅朋友好似辣嘅咁樣，味道 OK 嘅，但係粉價好勁咯。即係私 set 我們是500多港幣，大概係300元左右啊。這東西一定是不便宜了。如果要省錢的話，可以帶東西來吃的，只要那個味道不要太重了就 OK 可以。莫帶臭豆腐啊，莫帶老林啊，一點咁帶。還有一些東西啊就不可以帶啦，要自己查一下。吃完了，我們去下一個地方玩。這裡是那個 Ant Man 還有黃蜂女啊。Iron Man。哎呀，可以拿一个枪先哦。哎，我42哎，我上上哎。阿欣，你多少分啊？阿欣，100分，100分啊。这里就可以买一些周边啊。我又同阿欣联名相阿欣。我睇到我都啊。知道是假，但是还是有那种兴奋感的。而且那个铁真的很真的很硬哎，很硬。Let's go, Iron Man。讲他打造了什么？哎，蹲啊，嘿，你看这里，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装甲，哇，帅！拜。Jarvis XO8, you are cleared for takeoff。欢迎各位。今日的旅程，我哋将会飞到去全新的香港史达大楼。哦，打烂咗道门，不好意思。这个要戴眼镜玩哦，我有点头晕了。如果要讲刺激啊，云顶的那个会更加刺激一点，这个可以点到底，所以没那么怕，但是都是很逼真了啦。 OK， 我们再去找下一个东西玩。来，现在我们等着坐船啊，就是在那边。那个船是这种啊，这种慢一点的，不是那种直接冲过去了。是怎么了？这眼睛上好了，你把臂打你。不是，喂乱讲。佢熱嘅時候，火嘅時候，佢咪有熱咧，係咯。同埋講下間話。OK， 我哋再揾下去邊度玩啦。三百公尺。誒，這裡先。看下公主好啦，你唔好有公主病啊！已經有開噶啦。
来到迪士尼当然要做新节目哇啦他已经做旋转木马没表情做得错旋转木马没有表情了很无聊，很无聊。他小屁孩呀、啊！你不是小屁孩讲。很无聊，很迷耶。哈哈哈哈哈哈！你好有硬哎！有没有整个？盖模，但是你看，是这个 Mickey Mouse。哦， Mickey Mouse 那个萝卜。啊，这个是烤鸡拌翅。对，这个是焗猪扒饭。这个是鳄鱼妹吃的儿童套餐。你都用 Mickey Mouse 嘅样嘅，诶，系喎，但系烂咗。我哋而家就随便食一啲啦，然后等一下咧就是有烟花表演，最紧要都系呢、这个，要睇埋呢个先可以走嘅，知唔知啊？猪扒饭好唔好食嘅？打嗝啊，呢条友。好食嘅啫，你都必须得接受。有啲硬啊，猪扒，不过味道好在都 OK， 分量就 OK 啦。最紧要系要食得饱先啦，因为连贵嘅话都食唔饱啊，咁就有啲紧张。那鸡看起来都是蛮漂亮的，只是就味道脏少少啦。但这些牛肉源是盐唔到咁多啦，难搞，冇难食就 OK。啊，这里晚上也是很漂亮哎。你们看，我今天晚上吃了一个东西。现在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几个位等烟花，差不多了，我已经等快半个钟。因为来到一定要看的嘛，后面那个城堡打了灯都比较漂亮一点。相机睇可能冇咁靓，而家我睇到佢系好似好拼、好城堡嘅 feel 咁啊，好童话，搞到我的童心回来了。这么久的行程啊，之前。今天是最好玩的，换了颜色，更加色彩缤纷了。昨天我们迪士尼回来实在是太累了，同样的大巴士啊，就搭翻翻嚟哦。你看我冲得了，瞓落又不醒嘅事，太累了，真的是很累。迪士尼那边让我觉得啊，一日啊争咁啲唔够时间，两日嘅话会啱啱好。我们一去到啊就要选择了，我们要跟公主啊或者是米奇老鼠他们拍照啊，还是玩那些设施，已经预拣一去啦。当然我哋拣得玩啦、啊，所以啊，第一次去嘛都系拣玩系咪？就是这样咯、哦。所以如果两天呢就啱啱好啊，一日你可以搞，一日你专门搵晒嗰啲人去打卡，因为你要跟那些公主拍照啊，你要预约，然后排队很多人的咧，所以我们就没有。打到卡哦，不过哎呀，我觉得 Iron Man 都是啊，好开心啊！你最中意佢影咗咪得咯咁。然后吃东西那边呢真的是蛮贵的，我们吃了大概1000蚊港币啊，两餐普通嘢一嚟，差不多600-600蚊。所以啊，如果你对食物啊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的话，啊唔使身先滚热辣啊或者滴滴答答，你可以自己打嘢食，就系平滴滴啦。然后鳄鱼妹的偶像有去那边，他没有遇到，气死我了，好邪。有不法的嘛这些、哦、有玩到就好了咯，我明明在同一个地方这边你冒烟啊，没办法啫。然后我们几乎啊都是有玩到那些设施，是一点没搞到，因为阿轩怕，因为他就是算是兜一个圈这样，其实还蛮方便的，一直这样搞几下。玩东西那边呢，我觉得排队方面、哦、都是蛮快的，大概10分钟内几乎都玩到的，是一些耐的可能需要15分钟20分钟而已，不过搞的时候就很快了，1分钟2分钟。你听下首歌喊冇，嗰首歌咪喊完了，系人啊，将军要玩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玩到的什么星际什么东西，那个奖是最刺激的，因为我哋带住阿轩啊，唔系我搞嘅。下次冇带阿轩嚟。
點樣講啊？帶細路哥有細路哥嘅玩法，大人嚟咧有大人嘅玩法。有啲小孩子一嘴嘴嚟聽，哎呀，係咩呀？係咩呀？哎呀！不過大家最好最好啊，先做功課，不要選那些假期的日子去。我哋算係假期，但係已經係微信，所以冇咁多人，都係好多人。即係冇拜五咁多人，拜五我睇到係呼嘅。搞因为我睇到系敷，哇，咁我哋快好多，所以去这些游乐园啊，千祈唔好拣假期。比较遗憾嘅系，我冇同到一啲角色打卡啫，即系米奇老鼠啊，我也是想打卡的嘛，因为这些就是你小小就是看着的东西嚟噶嘛，哇，几有童年啊，呢啲嘢都，对咯。对面落嚟。OK 啦，这样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也去我们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我的爸妈好重要了，我不想回马来西亚。就你自己在这里啊，啊，自己去迪士尼啊，不要回呀啊，看人家给你进嘛啊。